昨天刚好有个舞蹈团到我们大鼓来表演嘛，哈、哦。然后因为陆陆续续就很多种一些其他的声音都会表达我们这边的一个诉求，然后那边我也观察到有些我们自己的乡亲对于说张耀菊张太太她家的被拆毁，他们其实对她先生过世，但有些人也是心中藏着一些不忍啊，所以我想说，希望说，因为既然这个法已经是违法了，法院已经判违法了，然后有一些没有它的公益性跟必要性，然后既然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希望是说内政部就是放弃上诉，然后让张太太有一个好的农历年可以过。那今天彭大姐有带来他们今天他们以前药局的模型。各位媒体大家好哈，我现在我要请那个内政部长李部长帮我的忙，说把我的家原地重建。把我的家盖回来，那就叫李部长帮我的忙，不要再上诉了。好，谢谢。大埔师傅呢，手无寸铁啊，政府呢，用他的，用国家的机器呢，有强大的资源呢，来对付我们，我们呢感到呢非常的。非常的痛苦，痛苦无奈。马总统说公平正义，我请问一下，政府的公平正义是站在财团的那一边，还是站在人民的这一边？我心中真的很希望说内政部他能够跟刘振宏，他能够真的是就是说，我希望他能够听听百姓的心声，然后政府是为了百姓，而不是是保护百姓，而不是要来欺压百姓的。好，我希望我们今天，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的房舍能够把我们重建回来，还有我爸的稻田，希望他能够。好，帮我们都弄好了，让我们可以再耕种这样子。然后我希望他不要再上诉了，因为他都违法啊，能够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解决，做个圆满，不要再上诉了。真的上诉再浪费太多太多的不必要的那个国家的一些费用这样子。今天再度陪着大埔市户，还有很多自救会的朋友，站在内政部的大门口。其实内心是有无限的一个感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来过好多好多遍，我们也在凯达格兰大道前面也去了很多遍，我们在行政院前面也不知道待了几个晚上，我实在是非常的一个感慨啊。那呢，之前我们再三的一个诉求、陈情、拜托，我们的政府一直都置之不理，今天我们终于让台湾社会知道，大埔这四户还有很多自救会，其实他们是站在对的这一边，他们没有犯罪，是整个政府犯罪，这个判决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是这个政府错了。是这个政府犯罪了，不是张大哥犯罪了，不是朱阿妈犯罪了，绝对不是自救会他们有什么错，是这个政府太过于残暴，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制度太过于偏差。我要跟内政部讲，我一定要跟内政部讲，一个错误的政策不会因为你的上诉就变成正确，一个错误的政策绝对不会因为你的上诉就变成正确，一个违宪的区段征收制度绝对不会因为你的上诉就变成合宪。今天彭大姐她今天手上带来的模型是其他热心的声援民众来帮他们做的，那我们也看到在土地征收制度一个不当的区段征收底下，全台湾还有非常非常多自救会正在抗争，从北到南，就是
还有非常非常的居民在因为这个恶法所苦。那我们后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声援学生跟团体，我们也看到。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希望内政部可以放弃，我们可以直接解决这个争议，然后原地重建。我们要要求，我们要呼吁我们的中央主管机关内政部部长李鸿源先生，基于自己的职权，基于自己的责任，站出来大声而且用力的喊停，让这个多年来的集体霸凌不止到此为止，而且让这些人可以拿回自己的土地，回头回到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生活里面。我们请翁祖密来接收我们那个彭大姐的姜糖。关心台湾这块土地的人都可以吃到彭大姐的姜糖，感受一下彭大姐她的爱心跟温暖。我们希望翁祖密可以把我们姜糖给我们李部长，还让他知道我们的心声跟诉求。请问翁祖密，我们大埔市户现在面临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胜诉了，那请问内政部还有打算要继续上诉吗？各位乡亲辛苦了哈。其实内政部呢，我想一定会倾听社会的一个意见，不会有预设立场。但是呢，在这边就是说，一定要尽速来处理这个案，这个是一定的。那对于刚才呢，也有拿到书面的一些陈情意见，那当然对陈情意见里面呢，我们会议尊重。那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一定会把这一个部分呢，如果说专家学者要开会也好，任何跟大埔案件要开会也好，我要把它纳到里面去。那请呢，与会的人也要去重视这样的意见。也谢谢各位辛苦了，好吧。我们想要先请问，就是整个大埔征收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协议架构有做好吗？那对有吗？这个呢，是我看哈，里面的判决呢，我是不会去表示意见，我们会尊重。至于整个行政程序呢，我们会来检讨，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不好？整个行政程序，我们有没有做到协议架构？没有。那我们有没有好好召开说明会、公听会？没有。那整个程序流程有没有符合公平正义？没有。希望翁祖密可以听到我们的心声。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具体承诺，说什么时候会可以把我们的结果告诉我们事户，以及我们到底有没有具体的还地于我们，还有重建家园的事情？我刚才就说明过哈。对这个大埔的事件呢，内政部一定会非常的重视啦。那你要告诉我说哪一个时间？很抱歉，现在呢积极在研究。刚才你的意见呢，我已经送过来了，我们会尊重，我们会倾听各位的意见，同时呢，对社会上的一些意见，我们都会纳入，尤其专家学者老师的意见，我们都会纳入。那至于呢，整个检讨我们也会做了，这个一定会的，好不好？谢谢。大埔的案子这么多条的人命都已经这样子了，你今天还没有办法承认，还要回去说要研究。上承诺，放弃上诉。现场承诺，放弃上建。现场承诺，放弃上诉。现场承诺，不打算了，不打算。大埔事务，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原地重建。原地重建。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也要重新提出我们对于土地征收条例的这个修法的版本。我们希望接下来我们除了继续协助大埔之外，大埔留给我们最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修改这个土地征收条例，让大埔的事情不要在全台湾其他地方继续发生。大家说好不好？好。内政部放弃上诉。放弃上诉。立即修改。立即修法。放弃上诉。放弃上诉。立即修